你是护法武神？在下陈星，是神州驱魔师第481代传人，如今世上唯一的驱魔师，今年16，晋州人士，受天命前来继续除魔大业。啊！逼迫城外秦军退兵，会不会？不会。你可会夜观天象，呼风唤雨，助我们突破重围？你们说的这些法术我都不会。啊！那你此行为何而来？我此行目标其实是找护法武神，只要找到他，我就……你就能退去秦国雄师？我就得赶紧走了。请您将全城壮丁集合在此，供我挑选护法武神。此事攸关天下福祉，烦请大人助我一臂之力。城内壮丁皆已充军，你到行屋里去找，找出再议。交车，武器腾腾，金光速现，虎虎如身。还活着吗？你究竟是什么人？行动为何要选壮丁？你们晋人最是狡诈，害我不浅。你放心，我们知恩图报，以直报怨，不似晋人那般。我又不知道你的遭遇。况且是我救了你，之前你还不信我说的话，现在倒信了。果然是熏玉人。正是熏玉人。怎么？好了好了，既然大家都要去长安，路上好好相处，还能互相照应。你这护法感觉不像坏人，脾气暴了点，应该不会真的对你动手。对，他只拿钱砸我。当时他是朝我扔的，要试试我的功力，没想砸你。哎，你觉得他去长安干什么？当然找族人呢、啊、他是熏玉人，长安又是秦地蒲坚的地界，只能去长安投靠族人了。不过他好像没有半点想当你护法的样子。你去长安干什么？我是大驱魔师，当然身负使命了。哎，等一下。
你当真打定主意不当真护法？找别人去，你我都救过对方的命，扯平了。啊！天杀的！哼！哎，小树，一块进城吧，也算是有始有终，之后大家各走各的。 就像你之前说的，你我也在此别过吧，以后再无瓜葛。这是哪里？我迷路了吗？不是说好分道扬镳吗？这条路又不姓陈，不许我走。 那我另找条路走。哎，你下来，别抢我东西。少废话，去哪儿？程心宇闻讲，你把我送到以后，这马就送你了。从此以后别叫我，不然我就把你扔下去。疼啊疼！星哥。 我记得你在长安，因此特意赶来投奔你。陈星贤弟，今日偏生不巧，为兄府中不太方便，不如你先觅个下处，远来劳顿，好好休整。为兄，这就不留了。啊！以后你就莫要再找你这同窗了。我知道，竟然丝毫不顾当年情谊。 陈星贤弟，今日得缘邂逅，一见颇觉如故。得知贤弟也是宇文大人的好友，可否来日时常与你保持联系？终于找到了。这是哪儿？你认得吗？ 当然认得，城西松柏居。我即刻就过去。不是说松柏居吗？怎么变钱庄了？有人吗？ 在附近看看。哎，这门居然没有锁。阎浮虎穴，首府郡主。阎浮虎穴，首府郡主。啊！哪来的？何人？我。别让他们好了！天池，你怎么进来的？各位收刀，这是自己人。